没有，现在这个组合其实是 OK 的，因为我们有 CC， 主要是要看有几个 CC， 通常最好有两到三个 CC， 然后，我有乌瑟，他基本上有两个 CC， 他的 R 是 CC， 然后他普通也是 CC， 牛的话本身也有两个 CC， 一个是晕，一个是推，然后要加大招的话就有三 CC， 这样总共就已经有五个 CC 了。哇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地图欸啊！我上一次玩已经是好久以前了。然后 Mistake 用的那个，你现在用的那个，它是一个半坦的输出，就它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承受能力。有，我知道。一个有输出又有坦力的输出。我很硬，我知道。顶高高。没有，不是那个，它 Mistake 是用那个什么泰克斯。老师，请问这张地图是专门收集宝石的吗？它有一定程度的承受伤害，明显上面有写。织网膜的效果是什么？好，讲一下这个地图。这个地图是打死小兵会掉宝石，宝石收集之后到中间去交，交满了，它会帮你招三撮小兵，从三个线去推。可是这个地图是地图机制目前最弱的地图。Why？ 因为织网膜非常弱。连一个英雄都可以把我们打完，好雷哦，好雷哦。所以这个地图其实反而是打架要赢才会赢，不然会输得很惨。懂？因为这个地图机制交再多，你英雄升到二十几级之后，那地图机制几乎没有影响能力，就是一个英雄就可以顾一线的织网膜，更不怕。上课喽，同学们。那这样子要分路线走吗？还是不用？一开始。建议分线的时候不用硬性规定谁走哪一线，但是基本原则是输出可以顾一线，清兵快的可以顾一线，像泰克斯跟珍娜就可以自己顾一线。好、杂加拉也可以自己顾一线，因为 这三个职业清兵都很快。然后坦克的话，通常是补线或者是游走，然后一级会战可打就打，不能打就算了。哥一个屌 carry 啊！哇，好猛！我被卡住了。对，会被卡住。哦，对，这你们两个太胖了。暴雪英霸超卡的，感觉开始要游走啊。哦，对，暴雪英霸的那个角色哦，有多胖他就有多卡。然后呢，很大。对不起。你最近吃比较多、哦。对不起。太多了，所以现在你很卡哦。超卡的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那像他们下路是鱼人的话呢？游走。鱼人打不赢你的。啊。鱼人就是来送头的，只要他送头，鱼人基本上你就一直杀他，然后你仗着你的那个攻城距离比较远，你就 poke 他，然后你推兵会比鱼人推得快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大家是专，他是专家叫鱼人推兵很快的。你怎么刷啦？我完全不在乎女王打我，不痛。林大星，哦，算了，林大星，拜。林大星跟派大星有什么关系、啊？林大星来跟我上去，我们上去抓那个。快速！来，那个泰瑞尔看起来很好吃，好送他上路。啊！被变形了，被捕了，被捕了。一点被捕到，没关系，打残也好，痛。然后牛跟泰克斯回去补血了，你们血太少了。好，这样会死是不是？逼回家补血，水。不要常常喝水，喝的近况是紧急的状况，要立刻回线才喝水。啊，我需要推一波再回，还是要保持推，还是要等他回来？他这个跟 low 不太一样 ，low 的话你一定要打死那个兵才吃得到经验值。可是英霸你只要站在旁边就可以，兵到你的城下了，你站在城门后你都可以吸到经验值。中路。所以兵被推到城门下，现在牛你只要站在那边慢慢打就好了，你就会吸到经验值。讲到胖，我突然想到有上次长毛突然看着我，然后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开水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现在可以交一下宝石。他说：“你跟摸死现在谁的腰比较粗？”好肥啊！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受伤了吗？对，我受伤了。我说：“你在开玩笑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，我真的想知道。”我的妈呀！退哦，不要打。是不大妙啊！是不是不大妙、啊？都没血了，不要打退。他们是不是要岔啦？这个地方的宝石喷出来之后，队友要帮忙捡，不然会消失。威力滑行的宽度跟速度 ，OK。建议你点天赋，可以点牛的话，可以点偏坦，还有补血方面去点。OK。然后现在上面有三个，我们就要中路推一下兵，之后再上路去帮泰克斯。
哎，克斯又快要尖叫啦！没关系，你打不过的时候，你就塔中他们也没关系，就是你不要死就好，然后把兵吃掉就好。哦、这听起来很难啊。对啊，你看他们退了，其实你一个人就把他们顶退了。啊、哦、，nice， 玩的不错。好，沙拉看，我是胖子。对，推回来，推回来，推回来。我，哎、欸，你，哎、欸，我可以补别人吗？你这样不行、啊。可以补，可是啊，糟，叔叔没有跟上，算了，退退退。我们要死翘翘啦，死翘翘啦。活下来了，死了死了，我来我来我来，哎、欸，上四上四上四，你家，家里要 BBQ 啦，那个牛先别回去，因为我可以帮你补，乌瑟死掉之后可以帮人家补血，太好了，你真的死的好有价值，听起来是不要死比较好啊，数量等是正常吗？不大正常，其实输一等好像都还是有的打吧。没有，只要还有打，你不要输技能就好了。输一级不算输。如果我们少了，然后兵线还是推出去，大家你就放心推你的兵线，因为好像没有人要跟你打。如果我们少了 Evil King， 那我们还有赢的机会吗？你说我们到时候是实战吗？有啦，大家算是喵那个敌人的天敌。麻烦推荐我一只可以一打五的。你不要这么绝望，你不要这么绝望，真的。我现在立刻买，然后立刻练。好，现在交钱，来交钱啊！对方有，对方有，对方有人的时候能交，最好是打赢会战的时候再交钱，而且要交钱就要一起交。对方交成功了，那没关系，没差。我二十颗，我是该去交一交。对对，等一下，要等他们。现在对方已经交成功了，所以现在交暂时没办法再交了。要守吧。我一手要守，那你看现在有三戳之网膜，我们先打中间的，先打中间的，打完中间打上面，然后最后再去下面。好，很弱的。然后为什么呢？因为之网膜超弱，五个人一起打瞬间就打完了，然后把所有的没有英雄的之网膜都打掉之后，再去打他们的英雄就好了。好，退，不要追，我们去打上路那个。要抠那个亮翼的之网膜，他只有一个。抠那个小怪，我要请。先杀亮翼。大星，不要走！大星，哇！大星，我爱你啊！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好死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打这网膜。好。现在打这网膜。我谨记球球的教导，他说《暴雪英霸》就是一款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的游戏。他会不会是考虑到你的？观念还是要学啦。到时候我现在下去帮忙，逼回家，然后下去帮忙。下去帮忙推，我相信损失就不大。球球一定是很相信我的能力，所以才这样告诉我的。你说相信能力，所以才刚下去。好，拜拜。对对对，他相信我能力，所以才告诉我人家干嘛我就要干嘛。好，下去下去，牛可以下来帮忙。好，哦好，没关系，对方逃走了，所以就不会打会战。好，哦，我们中路要 BBQ 了，可是中路好像可以打。中路打，中路打，上马了，人都 Go，哦，要开始了吗？可上可上，哦，你这个晕。玩的真的是很不错哎，亮翼亮翼！你听不出你话中的，不是不是，打不到十级，不，对方有大招，糟糕，没注意到，对方有大招，哇，被屌打，对方有大招，所以损很多啊，宝石玩的不错，玩的不错，这样宝石喷光了，好可惜，哇，我们真的是同甘苦共患难一起死亡，是。太激励人心的一款游戏了。当我们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理、和平、正义以及爱的时候，玩完这个游戏，我们就会想起，真的没有。现在有大招，会战。哎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开始冷静点。现在不要会战。他不是你粉丝，他打人不留情的。哎，我的粉丝也不会对我留情。下路推兵线可以想办法把他推出去。我粉丝是把我杀了。一个输出去下路推兵线。我去。这游戏真的是头破血流哎。哎，这游戏真的会让胖子有很悲伤的感觉。让胖子，我的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对对对。中路要 BBQ 了，中路要 BBQ， 我快尖叫了。好啊。我接蛋。妈，亮翼超克我的。把兵线推。默契退了，默契。好，有大招，点大招，点大招，点大招，现在还有机会打。好。啊，对方敌方又交织网膜了，好，要再打。现在要让他尖叫了。太好了，我可以让大家跳舞啦。
输出的招式最好是等那个牛让大家跳舞，或是我有晕到全部人的时候再开，会比较赚。好，跟唢呐一样的意思吗？对，跟唢呐一样的意思。Crescendo， 只是牛的话更方便，你可以滑进去之后再开。好恶心啊！这个。哦，对方来了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开开开，滑进去开。我他妈被沉默干！我被沉默啊！不要把他撞开，糟了！哇，我把他撞开了。牛，你刚刚把他撞开了。哦，不是我。刚刚的状况是，你刚刚唱歌了，然后珍娜的暴风雪下在他的头上，结果你把大家撞开了，所以珍娜暴风雪没有打到任何人。没关系，我觉得我玩得不错，我还活着。对，活下来就是一个成就。输出基本上第一要务是想办法活下来，因为死人是不会输出的。死人没有 DPS。好，那现在等级差自己就有点吃力，所以不要去挡他们的英雄，挡不赢。我们尽量把兵先清光再说，就下路跟中路的兵先清光，不然的话可能会等级会全部输掉。好，下路的兵也赶快去清，割一个扭，哇，扭不掉。然后那个上路的塔其实送给他们会比较好，因为现在去会被打死，差三四级很难绑回来。好，你失去了一座要塞，你失去了。敌人正在攻击你们，这不是宝库，这是为不好的东西。带回来给我，动作快！啊，这虫胎好可爱啊！说声请。好，他们退了，那我们还是要把兵线推出去，向中路的，然后他们会去交宝石，我们现在宝石太少，不过我们还是要去交。好，办法把等级拉到三级以内的话还有机会。好，他们大概在偷交钱。我来，哎啊，果然这边在偷交钱。我先交，有对，然后现在可以有些人可以先去偷交钱啊，现在差四级，所以以固兵线为主，会战的话打不赢，或者是抓对方那种单独落单的。哦，感觉我们要 BBQ 了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我们的蛛网魔要下来了。啊，鱼人杀他其实没什么用。我晕到了，快打，快打！好，可以，啊，也可以。我们等级差太多了，我真的觉得我玩的这个没办法。我觉得我刚刚大家快逃，有认真的活下来，我真的觉得我玩的不错啊！我帮你应该帮你奶起来了，我真的很猛啊！真不是我在讲，观众看我这个操作，这个抖动。敌人缓速，吉他毒镖可以治疗附近的队友。OK。人鱼杀他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杀死他，他只有。你只会获得四分之一的击杀，要那个蛋要打掉。对，不杀死蛋没用，所以最好是那种就是可以拼线的角色，把它拼死，瞬间把它打死，拖他时间比较实在。所以达加拉是他克制。要不要先打这个？来打个命，我来打个命。趁现在这个空档，赶快打一下用命。然后珍娜，你可以回来一点，因为你的位置有点不行，会被打。我正在防御。泰瑞尔正在那里发呆，他大概以为他藏起来了。然后你看上面跟下面的兵线还是要把他推出去。看不懂，怎么可能看不懂？这游戏也蛮简单吧，就杀人而已。节奏很简单，就是推兵，然后推兵回线抓落单的，然后再回去推兵，然后有空档就解佣兵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解完佣兵一样再回去抓落单的。他们要推下。刚刚推一下，他可是推，快逃快逃！妈的，在我眼里没有逃这个字。对，他会开无敌，鱼人这点很烦。CD 太久了。他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地图机制，暂时没有地图机制可以解。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赶快兵线在靠自己家比较近，赶快把兵线推，赚经验值的好事。哎、欸，那我把他推开了，我的妈呀，不
对，你把他推开了 ，no， 我是不大好啊，是不大好啊，大家是不是不大好啊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快尖叫喽！刀，哇！哦不不不，啊不不行，因为差三级，伤害实在是不太痛。我快尖叫喽！真的，打招招打到还是没有剩下，损的很少，而且他没有亮。觉得地板那个好可爱啊！亮一是目前非常非常强的角色，应该下一版会被弄死。他不是改弱过一次了吗？还不够弱，他还是太强。亮一现在还是太强，他补不是啊，他那个补量太多又不用耗魔，有个智障的。对，而且会瞬移，最主要是不用耗魔，太智障了。真的很讨厌哇！应该会不会改掉吧？接下来他可能应该会改到要耗魔，因为太厉害了。没有，他的脚短不短，因为他会瞬移。可以打吗？可以打吗？可以打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就打吧。先抓那诺丹的输出，我们就好这个啊，这个、啊。你怎么开坦啊？可是他是泰瑞尔哎。他是坦啊，他是坦、啊，他是坦。哦 ，sorry。哎，追不上不要硬追。哎，觉得追不上不要硬追。他是坦，他是坦。应该在我心里，泰瑞尔是哦，他是坦。在你心里还是什么？回去补满，回去补满。在我心里，他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帅哥。认真，金线还是要顾，交给我。没关系，就拼命赚金，能赚多少经验值赚多少金。好。那现在经验值差距有点拉不回来，是因为我们输三座塔的经验值。好的经验值很多吗？三座塔就太多了。因为我们是全输，我们输六座塔，就是三座外塔、三座内塔，所以经验值会差很多。有天赋快点哦！点了点，好恶心啊！哦，上上上上上。然后一样先打掉上下之王，上下都可以先打。上下之王魔都。他们拿 boss， 他们又拿 boss， 我们要进去啊！进的之王魔先打掉。感觉要守家里啦，他们要 A 点地板啦，他们一定会想要打家里 A 珠宝啦，我他妈变身！这个希瓦纳斯，希瓦纳斯，啊，差一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刚打的有打到，伤害有做到，因为等级差很多，我要挂掉啦，好卡，好卡了，好可怕。对，走位很重要，因为这个游戏会很卡，我他妈好卡。就是他很吃走位，我刚好像站在香港的中船的感觉，好可怕。是的，巨巨。不过还好，速度很快、啊，输赢一场大概十五分钟左右。不是每个人都逃得出我的墓穴。前几天对手团练的时候，还有人叫 Sam 不要买装，快出门。本来就不用买装啊。他才买装的。他的天赋就是装备啊，所以不用买装。前往